要是市售的卫生纸，它的后面我们一定有叫它标示，请丢入马桶是可溶于水的。好，那卫生纸一定是可以丢入马桶。那第二个是很多的公厕外面有卖这种面纸，这个我们还要继续去努力，这种面纸是不能放在厕所那边卖的，尽量不要在那边卖。这一种是长签的，它是面纸拿来擦，这一种是难溶于水，这一种难溶于水。那这一种湿纸巾更是不溶于水，它有湿强剂，这个非常的这个强韧，所以不溶于水。那可不可以溶于水？我们很简单的哈，就随便拿一个把它塞进去，这一个这里面，这个水用完之后，你稍微这样一冲，整个都散掉了，有没有？这样厕所一冲，就整个都散掉了，各位可以看得到。那这一种呢，我做一个实验，它就比较不容易，比较不容易溶于水。这个是，各位可以看得到，它就是面纸，它就不容易溶于水。那这个大概就不用实验了啦，各位可以看得到这个地方哈，这个弄下去它几乎是不会破的哈，不会破的，不会破，它还是保持这样，养成良好的习惯，请各位再用卫生纸不要这样子一把的这样子擦一下就丢进去，一大把的那个当然就会比较困难。